天然风干的，看、啊、是杏的。那、啊、它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，也没有放硫磺，就是、看的颜色不好，但是吃起来好吃吗？嗯，还非常好。刚才的嘛？嗯。你说平时多吗？15块钱一公斤。哦，那确实便宜。你在喀什东巴达那天这样卖，嗯，40-50，30-60，70是吧？嗯、看的特别好，黄黄的，嗯，它经过处理加工的，嗯、对。卖价好，但是一定营养价值不一定好。你看这个都是看的颜色不好，嗯、但是它就是碳酸晒完了。对对对。妈妈打了那么狠，特别。他也没放任何，他说他也没放任何药物。嗯，对对对。你回去稍微水手搓下鞋吃就行了。对对对对。嗯。尝一个。尝一个。嗯。是吧？软软的。嗯。甜甜的。真不错。嗯。好吃的。最主要这里是纯铁仔，嗯，对吧？非常好啊、哦！这里面杏仁还可以吃杏仁果嘛？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个嘛。嗯，这果好吃啊，这仁好吃，牙好的人自己可以把这仁胡咬掉、嗯。那个村的130多岁那个老太太啊，她给来人，她说没事干就吃这干果坚果、嗯，所以他们这个农村的长寿呢，嗯，跟饮食有关系。对。他那像家家伙，他就没事干就出来了，拿两个继续拿，天天就吃。嗯，他136岁到现在还很健在。嗯，嗯，这葡萄颜色比较好、嗯，这颜色很晶莹剔透。嗯，哎呦，这太甜了。这个多少钱一公斤嘛？黄色的呢？10块，10块钱一公斤啊、嗯。啊，要么我也给他买一点呗。啊，要给他买一点。好吧，少买一点，我这个少买一点。来来，这个弄一点，那个好吃的，好的。嗯，对。啊，给他人家资助一下，我们再开开渣。就这个甜，这个甜哈、啊。嗯，这甜。少买一点就够了。再买，再弄一串就够了。嗯，好的。哦，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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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吧。刚好一公斤，刚好一公斤。嗯嗯，刚好一公斤，10块是吧？10块啊。我早上找的。嗯啊，谢谢。嗯。这条街就是美食街。啊、哦，这边没有人、啊，现在没人了，也没什么美食了。你要吃，他给你做。啊，不过现在肚子还不饿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哎、啊，对对。至少有5000个人。晚上多的人多了是吧？有多少人啊？5000个人。至少有5000个人。哇，现在白天因为是周上班了嘛，对吧？上班嘛，今天上班嘛。嗯，周六周日人就多了。对，哎，那边吃是什么？手抓饭吗？不，这是南瓜包子。哦，南瓜包子。哦，对对，南瓜包子。看，这是、那个、看一下南瓜包子。这是南瓜包子。像、啊。南瓜包子和羊肉。哦。嗯。包的那个，你昨天吃的薄皮包子叫包子。哦，就是包子。熟的。蒸着了。哦，在那边蒸着、嗯。哦，在那边还蒸。也是柴火做的。柴火灶。哦。柴火灶。吃的吗？吃的，吃的。啊，这把热身被他吃了。看一下。呀，看。哇，哦，这个薄皮包子，这个南瓜的那个薄皮包子。尝两个吗？不要说，这不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等一下，饿了时候再吃。全给他，一个给他别了，对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咱们阿西牌子。哎，这个。他们自己生的。哦，这是他们自己家的农家小院啊。这农家小院房子这么高。嗯。哇，这学的是什么木头吗？这么。啊、这我们看那个杨树，杨树哦，杨树，杨树的那个雕刻的哦，哇，特别漂亮，大家看一下，好高啊，这可以做2层了。哦，这就像那边的炕啊，炕啊，这是接待游客的，啊，在大家里面去看一下，哇，好多，好大，灯呢？灯给大没关系，可以看得了。哇，这装修的很漂亮吧？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还有水晶吊灯。哇，好几层，这个已经属于这里人比较富裕的，有富裕的，看有富有大户人家了啊，大户人家了啊，这个都是实木的雕出来的啊，这实木的，实木的木头的味道还在，你看，但一点油漆都没打，就打点清漆可能啊，清漆打了清漆啊，这个很纯天然的，嗯，大部分呢，农村的人自己手工雕刻啊，现在一般都是电脑机器啊，这个雕刻上来装上去的，嗯，雕上去的，大部分就是手工雕刻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里已经属于大户人家了。对，大户人家。这盘子炕。对。啊。鞋子一脱。对，就像东北人炕上一样。鞋子一脱。啊。
你看啊，米牌啊，这上面有个一个单子一铺啊，对，十八两，你想上面这样的小桌子也行啊，这就是农村的生活呀，对呀、啊、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后面后花园，果园、哦、后花园，哇，这里很凉快、啊。我说带你到这儿来吃个饭呢，对对对对，你这也不回，不你也不来了吗？以后有时间，哇，还会回来的，卡斯。哎呀，葡萄架下面搭个盆子，大家看一下，是吧？这吃饭味道才好，哎、啊、呀，杠杠的，是吧？老哥也是内地过来的吧？对，乌鲁木齐的。啊，你是乌鲁木齐的啊？那新疆的了，也是新疆本地人啊。好嘞。哦，从浦东区跑这儿旅游来了吗？啊，他是来的，过来看看，看看，过来看看。一看有点风情。南疆和北疆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差别很大。嗯，不是，嗯。他们点菜去是吧？点菜去吧。嗯。各种水果，一公斤十元。啊、哦，各种水果。来看一下。啊，各种水果一公斤，十块，确实便宜。是便宜啊，这个对内地来说，这个已经是很便宜的了。哎呀。所以新疆好地方呀，一定要来了，大家一定要来新疆旅游。就跟你来新疆旅游，一定要来喀什。就跟那天你做那歌样的啊，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。对对对，确实。我走过多少地方？对，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。对，确实，歌词就这样写的嘛。啊，确实这样，对对，我觉得新疆确实有很多很多，比方说现在呢各种各样的风景啊。看好，你的车的无花果。哦，这就是无花果。看到了没有？哦，无花果，熟的摘完了。哦，这些都还没熟，哦、看这还都没熟。好像我们那地好像也有啊，但是从来没有，但没这么甜，还没有这么甜、啊、不可能这么甜，这是无花果树。哦，这树好多年了。哦，无花果树。嗯，哇，这里是木瓜，这个是瓜吗？哎，对，这刚才说的木瓜啊，这是木瓜树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木瓜树。啊，这个就是木瓜，也是做那个抓饭里面的啊。啊，木瓜树。抓饭里面这个木瓜是这样的，长在也是长在树上的。啊，这木瓜。哇，那边还有个葡萄架吗？葡萄架。哦，喷泉好像里面还有，石榴也是十块钱。看，这是无花果。对，是无花果。看，这都我看到。哦，这都是无花果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喷泉。嗯，哦，这家伙，这大户人家这还是喷泉。嗯，哇，这个上面葡萄架慢慢长上去。哇、哦，这夏天这凉快了，都是、啊。喝着小酒啊。对，喝着小酒。嗯。有新疆美女在跳个舞，嗯、那就更有味道了。100%有人跳舞的、嗯。对，这晚上就热闹了。对，这一号农家乐。啊，这是三号农家乐。三号农家乐。啊，对，三号。哦，这里他们之间也可以。啊、嗯，也很有味道，所以规模小了一点。嗯。我。啊，买土酿菜，土酿菜，你可能去哪个？土里面。哎，你正打不过三哥。哎。啊。他这个拉面。不跟爱的庙还没忙开没得？哦，在啊，跟侬在。嗯，我是那天到这来就在这吃的。啊、哦，在这里吃的。他那个拉面卷卷儿。哎，卷儿吧。卷儿吧，非常好吃。啊、嗯、啊。他的拉面是农家拉面，就在后院拉的。自己拉的。那这个菜我看着就好吃。嗯。拉面吃了一盘子，我本来都吃饱了，我又要了一盘子吃。这个你看，这他们就是他们的自己家的这个火院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嗯。火房在后面是做抓饭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嗯、我二十二号来了吧？我在这吃过嘛？嗯。朋友来带他们看一看。嗯。今天没人了，今天游客少了。下午就来了。嗯，下午就多了。那天我就坐在这儿嘛。啊、哦。再休息会儿吗？好、嗯哦，我们休息，这坐一会儿。哎，坐一会儿在这喝个茶嘛。嗯，对，又。还想吃点啥？不吃，这肚子饱了。绑几个串吗？啊、不是，啥都不吃，就坐一会儿就走。嗯，坐一会儿就走。非常娴熟。嗯。拉面把它做长。嗯。农家拉面。农家拉面。新疆的农家拉面，这拉面真的是农家拉面。嗯。太香，终于来那个大厨的孩子了，噻。吓死了。好了，再拍一下就行了。啊，没东西吗？这是他盘的好的句子。对他排好的慢慢给我弄细，弄细啊，对，拉长，非常有劲道。对，非常有劲道。对，
哦，刚才那个维族的大爷，我们要走了。维族大爷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们几个朋友，维族的跳舞跳得特别好。他们说一会儿吃好饭要跳舞，叫我们晚一点走，可以看看他们的新家舞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维族大爷特别好客啊，我们坐在这里都让我们走了。好了，我们一会儿，对，一会儿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真正的，就是说，新疆民族舞，什么一个，就是说他淳朴的那种，不是那种演员请过来的啊。哎呀，特别好。当地村民嘛。对，当地村民的舞蹈啊，就是这个维族大爷叫我们不要走啊，他们在吃饭，我们看一会儿。啊，对，绝对配的就是这个曲子。好了。